你好，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 Lily。 你的中文名字叫什么？我的中文名字叫邵丽。你姓什么？我姓 Stout。 你几岁？我八岁。你的生日是哪年哪月哪日？我的生日是2013年5月8日。嗯哼，你属什么？我属蛇。你是几年级的学生？我是3年级的学生。你是哪国人？我是美国人。你家有几口人？他们是谁？我家有几口人？他们是爸爸妈妈、两个哥哥、两个妹妹和我。好，你学几年中文了？我学4年中文了。非常棒。你的中文老师叫什么？我的中文老师叫邵老师。你的英文老师叫什么？我的英文老师叫蹦老师。你最喜欢什么颜色？我最喜欢绿色。你最喜欢吃什么？我最喜欢吃面条。你最喜欢什么动物？我最喜欢小狗。你最喜欢什么植物？我最喜欢梅花。你的好朋友是谁？我的好朋友是蓝莓。今天有什么课？今天有体育课。好的。放学后你喜欢做什么？放学后我可以帮，我可以去游泳。非常棒。你想去中国的什么地方？我想去中国的北京。好的。在教室里你可以帮老师做什么？在教室里我可以帮老师捡垃圾和踏桌子。非常棒。今天天气怎么样？今天天气很好，不冷也不热。好的。那你可以说可爱的大熊猫吗？可以。黑眼睛，黑耳朵，黑色毛衣，白背心，胖胖乎乎，真可爱，叫猫就叫声都不对，可爱的熊猫人人爱。哇，好棒，谢谢莉莉。谢谢。